二月光，我自己玩儿没有哈。我从刚才没开始录，从刚开始录的。你看，哦，这个反正加这么厉害啊！我真佩服他。真找死！我操他娘的！谁知道？行了行了，拿了肥大一点就行了。嗯。他一从早上弄了去，我一下把他收拾了就。哈哈，走来了。听着倒吹风的时候哈。给那边最慢的啥的。嗯。他胆子真大，我操！一下把他收拾了就，你干啥？打车打方向那么快，到真是臭。再啥方向了就行，他都有点鼓励啊。可如果他看你不实施了，这个路上你实一阵不实验了。这我可超不过去了，亲，你看了吗？再慢点，再慢点。我早上也喝了一喝几勺。哎呀妈，拉这么些货，我操！他就是车贼了，兄弟。车载了，哎呀，再嫁个媳妇儿啊！哎呀，回去把录像我给我拷给你啊！嗯。肥牛，肥牛，真如此啊！哎呀，发王小，回去发王小，操他真是啊，太牛了，太牛了吧！哈哈，你怎么就是人呢？完蛋了！哎呀，我操！这个警察他不敢硬嘛，那个他再搞他，再搞他呢，你搞死他呢！我不去，他那啥太长了。哦，不行，搞死他！这妈的，他就不要再瞅呢。嗯，后边跟一群呢，后边一群去开着呢，净干架那儿的。我再要抱他，还搞是吧？还搞，一看人他妈的胆子大吧？那什么是？到前面扣去，前面扣一车，上那个车拉的很行。拿了车，我看是 M， 挂上了这个环境吗？真挂上了，这会儿挂上了，真找死啊！我操，这家伙！那咋个啥？警察抽不过去，咱咋个能法咱抽过去呢？硬搞啊，可能。哎，硬搞。他出不去，他在高速路上。他在这路口，他不管他总得有个地方下去吧？那警察就跟一条狗儿一种了，也不用抽他。咋回事啊？好几串了。关键这个警察不行，这警察不是被车，要被其他车追过去了。被车。他不喝那个呢，他把车给冲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。一会儿拉住他，他是不是带你看看？带大腿子去。他不敢向前冲啊。再把他拉下来去吧，他飞起来了。行了，直过去了。过不去，过不去。没门。他那么长的车，他过去了。哎呀，我这录了三百多钟了。哎呀，真是厉害！哇，他是咋回事？咱们我这一会儿钱不够了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啊！真一会儿见。这不还有三块吗？那三块的一样呢，就是九十的工资。啊，跑九十啊！我操，他跟我说话。还早搞他，我说他娘，我说我腿就开了。操大哥！我回去好歹能往看看一次吧。啊？哎，这不要命了！看着以后，看着这个车来了，有意思了。差不多过去了啊！在船在，最近在天上边儿。我操，他又进那个船，你看着啊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，真他妈给有皮！我操，老二厉害哈！一会儿他追咱就行，再追看看啊，看他怎么揍他。哎，他就说被闯卡了是？闯卡，我操，闯卡的，哎呀，那好。这是已经闯了，正常，你说后边人？哎呀，这个后边差不多。我操，你看前面那个车才八分，那就不能过，你得搞着你啊！挂上了，这个环境吗？那个山路。哎呀！不是，俺说这个警察也不能长眼分儿。因为在前边拦了个大车的，挂起鞭子就行了。他在前边没法拦啊，那。这回去车把我也过去了，差点搞个马尾上了。啊，都是的嘞。我们的不敢过，你敢过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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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叫烟管师。部队是哪来的？部队进京的是吗？不是。哎，这会儿上夜了，你快充电呢。他不干。不行不行。在这边给他，再把他抢。这边给他，他录像没录完嘞，怎么抓了他哈？抓不住。他这回是高层。神经病啊！他妈的。在活动的车型那儿开着。下来非肯定打他一顿，我跟你说，非打他不行哈。那三四头二十来头儿就从那儿。录音没编对的。编对的。嗯。他这关键是怎么着？你弄住他以后啊，他这车怎么就不放他了？再打他一顿，我不放他问题啊。罚款就了不得。你可气死他了！我不让装车了，1000多钱，我操！你现在吧。那也后边想不少了。呵呵，都在他眼头上，站到后边录录。哎呀，后边堵一堆车了。开大车的技术不错，技术不错呢。我去扶他，开这么长的车在上面忽悠忽悠的，我操的！咋个差点把他换上了？那他那个就当活干了呗？对，当活干去了。嗯。他不会升级骑吗？他不敢，他不敢，脑子。不敢上车，那个车太长了。太长了，他不是一过去头顶怎么办？厉害，六角。后面的车那个追尾，那后边还打着都立嘴了呢。就当来回的话，哎，这事情过去，过不去。他踢不出头来又。